有国际美容教母之称的郑明明观看神韵宣传片后，盛赞中国古典舞非常优雅，支持神韵来香港演出。而家啲年輕人啊，好多都失去咗呢種傳統嘅文化。咁你知道咧，我識好多嘅，甚至我個學校嘅年輕都係19歲啊開始嗰啲年輕人唔了解。我覺得呢個宣揚呢個文化咧係好好嘅。明星陳超超也盼望神韻來香港演出。我哋超超啊喺度咧都好支持神韻佢哋嘅演出啦，希望我哋香港嘅觀眾咧都有機會可以睇到佢嘅演出，我真係非常之期待啊！近日在新唐人电视台呼吁线上签名的名人，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，刚当选亚洲足协本年度最佳女教练的东方龙狮主帅陈婉婷，香港著名舞蹈家及编舞家梅卓燕，以及香港金像导演编剧张婉婷、苗侨伟、郑泽世、梁征等一众影视红星以及一众立法会议员。大纪元记者梁真香港报道。